撩了呢，这种小弟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哦，就直接说我想买鱼。盘点那些好色的女流氓。小贺，房租该交一下啦。哎，好的。那个一姐，我下个月要去上海上班了，杭州房子退掉的话，你押金能还我吗？押金就不退了吧，我在上海还有几套房空着，你选一套。我那公司很偏。没有关系，大不了我在你公司附近再买一套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师傅，去火车站多少钱？前面200，后面800。你这座位都一样的，有啥区别？没有撤退可言。哎呀，我坐后面的，坐前面无所谓，我主要是怕坐前面晕车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最近有点急。你们可不要急我哟。你杀死我！不是，你进来不敲门的你？是你自己不锁门的好不好？去，赶紧把门关上！不要脸，讨厌！啊？继续啊！不是你。继续。你干嘛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没有。他就显得优了。你再重新问一遍。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有。你现在有2口了。哎，哥，你咋来了？嘿，我咋来了？给你送点水。今天咋这么跑呀？来，那啊，真香！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呀？吃饭出来带钱了吗？谢谢哥。哎，你给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啊，不用了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是他哥。你好，我是他嫂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走，一起吃点的。来，走。第一次见面有点尴尬哈。不然先举一个吗？举手高高。好像是不太合适哈，粗鲁的。那啥，我有点重要的事情，你打个电话，你等我哟。他在干嘛呀？跟谁发消息啊？神神秘秘的，姐妹们，要情况要情况，穿上全体集合，有位小妹妹好帅呀、啊！你尽全力跟我乱搞，把他给我喷的神志不清 ，over over。草原我的马说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比烟花，石总给你一个家。That's good。 哥们别上来，这小没有玩的地方。没事啊，快下一起玩呀、啊、来，人家衣服都没换。没换，这地方可好玩了。可好玩了。嗯，那我来了。反抗没事吧？哎，手拿开，别趁我姐们喝多了占便宜啊、哦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哥，你能把口罩摘了不？嗯，干啥呀？我一个女孩坐代驾也不安全，我能把你照片拍下来给我闺蜜发去。哎，行吧。一会儿出事了，我不吱声啊！你也不许吱声！你也不许吱声！哎，很多人都说我圆圆是个女流氓，看见男的就两眼放光，走不动路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出面澄清一下。我家是属于传统家庭，从小爸妈就教育我要做一个知书达理含蓄的女孩子，所以我的性格是属于内敛害羞的，希望大家不要再给我贴上女流氓的标签了。别吹牛逼了，再不生气没你的事儿。宝贝，我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好快乐。大哥，能帮个忙不？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慢点说，慢点说。会人工呼吸吗？我不会啊。我教你。我又不是医生，也不是护士，我学那干啥？我
我现在呼吸困难，急需要人工呼吸。你别去，你别去，还想吸我阳气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哎，师傅，高铁站。啥高铁站？我这私家车。不是。瞧不起谁呢？我这什么车，你知道吧？安全带紧。早说嘛，一百。都往哪放的？那你回去吧，今天就这么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啊，我爸妈今天没在家，我们这有点害怕。啊，害怕这么可怜呢？那你爸妈搁哪呢？我去帮你找一找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？就是能不能陪陪我？啊，明白了。那我先下楼买点东西啊。哎，我们家有送的。哎，西西，晚上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没事，我请你喝点啊。走，上去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要是喝多的话，你会抱我吧？不能。那我要是喝醉的话，你不会亲我吧？肯定不能。那我要是醉到不省人事的话，你不会欺负我吧？我发誓啊，我不是那样人。那请我喝点酒啊。渣子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不，我没订外卖啊。嗯。哦，是女朋友帮你订的，她还让我帮她。我没有女朋友啊。那要是你妈给你订的，啊，你有妈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当然有妈。那就对了，你妈说了，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让我帮她送点东西，顺便让我帮她烧个滚。不不，你干嘛呀？先生啊，您这样我工作不好做的，我可没别的意思啊。这就是单纯的母爱。行，来来吧。啊，你妈还说了，嗯，好久都没像小时候那样抱着你睡觉了。你干嘛呀？哎哎。你好，服务员，帮我开两间房。哎，好嘞，先生。那个先生，对不起，咱们这只剩一间房了，你看。只剩一间房了。这也不方便呐，那对不起先生，实在没办法。行吧，你开一间吧，他都喝成这样，我先给送上去。308先生，哎，先生，押金2000。押金2000，我今天没带这么多呀。哎呀，天天换人，天天让你多钱。不是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第一次来你家，而且顾客是上帝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不开了，把身份证给我。哎，先生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我是在说他。